一段意想不到的轧空分出行情即将要展开喽！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。在这边，我们讲到这个盘势格局有三个看盘重点吼。首先是假设能够利用政治面利空，通常这个高点会很迅速的去进行一个越过的一个动作吼。我想在今天能够迅速的去拉抬这个68点，然后收盘价已经来到10156点吼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日 K 线的一个形态。在这个收盘的一个形式来讲，吼，那已经把这个礼拜三的政治面的一个利空，或者是这种恐慌性杀盘，那更重要的是这个，我跟大家报告到的是说这个，鸿海家族当中的几档看盘指标股，吼，那能够很迅速的，业绩最好的叶城能够迅速的把这个缺口区进行一个封闭的动作，融创今天直接涨停喷出这一根，好，这个黑 K 的高点，吼。那这个盘势格局大概可以预判是到说10268不会是高点的，因为原先强势主流从来没有改变过。好，那盘整盘出标股，你就把资金集中在这样的方向嘛。好，你可以在短短2天的时间，好，10张叶城你就赚了15块钱。好，今天早上再把这个融创买回来，你百万元资金集中进场布局，今天又现赚10万元的一个获利的机会。好。昨天我们讲到说，这种政治面利空通常不会太久。我想可以直接把这个黑 K 吞噬，大概也预判有这样的一个气势了吼。那么昨天又讲到另外一个看盘重点，好，投资朋友，我说，重盘很忌讳在这个量级说的过程里面。好，假设量级说，吼，所以刘老师跟大家报告到说，无量放空，你切记小心。这里是一个非经济面的因素老盘，你就不太能够去做一个做空的动作了。更何况量能急缩又快要看到600亿啊！其实我认为在昨天雅股、香港、南韩重挫1%的过程里面，我们还能够逆势量缩收涨，我认为是非常强势的盘势格局。我认为是量缩价稳、无量放空即将轧空、口袋空空的盘势格局。好。如果能够利用这个迅速的攀高，把低档区追空的17万口放量那根黑 K 把它斩上，好，今天这个收盘价已经正式把这个礼拜三台指期货报17万口的大量位置点也已经正式站上了。那第三个当然是刘老师跟大家讲的，好，盘势格局，我认为我们就看原主流洪家军来讲，基本面最好的一档股票，我说昨天我只讲一档看盘重点。好，就是6456的叶城。好，投资朋友，这是今天的6456的叶城，来直接带跳空缺口，把这个缺口完封，站上237下探207 0.618 0.618 站稳，它还比这根大量起跌黑 K 还大量嘛？那就是看直接看回升一个波段啊。好，廖老师说，除了 OLED 面板是明年一个爆发性成长的主轴。重要是 WWDC 所公布出来的10.5寸的 iPad Pro 的这个订单，它是用窄边框的一个设计，这个订单是全部由叶城独拿。那不要忘了，还有原先 3D Touch 触控的一个订单，本来就在第三季准备放量，对不对？好，再加上 MacBook 以前从来没有，所以说这个盘势格局能不能够做一个强势的轧空？今天如果你看到叶城直接把这个缺口完封，你不会意外尾盘拉抬这个盘势格局收最高啦。好，所以关于整个盘势格局来讲，好，刘老师说，我认为这个盘已经在一个诱空的末端了。吼，投资朋友，如果你想要赚大钱的投资朋友，你要把握一个机会，哦，你一定要把握一个机会。等一下我跟大家讲清楚，但是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结论，就是回来大盘，好。今天要正式解盘之前，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结论：这根黑 K 起跌点大概10016，我们那天空到台指期货当中空它，空到最高点急杀百点向下的10165嘛，对不对？这个 K 线的高点，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底下都是在进行诱空，未来只要连续站稳3个交易日，我就说，假设能够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利空。六月它进行一个压低，然后顺势赶快摇起来。那下个礼拜台指期货因为守住了多方转仓的成本，在这个位置点，六月期有机会拉高结算。那更重要是前3个交易日会变成一个7月台指的转仓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假设顺势能够让
溢价差将近200点的七月台指，在这个颈线的位置，相对还没过高之前进行了转仓。你看这个盘势格局，要不要嘎到七月台指期会结算？那所以未来这个起嘎点只要站稳3个交易日，如果你想要买股，你想要赚大钱的投资朋友，你听刘老师一句话，也许你已经错过了上个礼拜五空，3天急杀，先赚280点，再向上急拉，今天早上我们在加码，多单加码到满档，一天又赚280点，这560点等于是10多万元的一个获利的机会的投资朋友，那你已经错过了绝佳期货的买点，那就要看七月期有没有机会让你去布局了。但是我认为，接下来要赚钱，好好的赚大钱，速度最快的，就是压接下来投信做账、内资做账，有机会全力卡位的股票，这里赚钱的速度会更快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务必跟上廖老师的脚步。我认为就是礼拜三之前，我们还有3天之内这个买点，一天的转折，2天的转折，这个盘势格局。比较稳一点的投资人会等这个低点守3天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管，总之是这个盘子上来2天，假设以气势上能站上高空，这应该是一个8到13天以上的一个多方的波段。好，那么既然你看到一个8到13天、21天的一个孩子主升段趋势向扩延，我希望在转折刚确立的前3个交易日，5天转折之前。你该买好的，百万元资金你要集中卡位，买满到七成满档的资金的投资朋友，你务必跟上林老师的脚步。你去抓，你才不要那探劫得住朋友，你直接跟上林老师的脚步。好，你不需要再去看其他解盘的啦，你自己去看。昨天我就讲一个非常明显、最简单的一个例子，你自己去看。昨天期货所有讲期货分析师都已经跟大家预告，10268就是反转点。好，要带着你去打空单。昨天去追空，说这个盘四格局已经大波段反转，千点行情向下震荡。所有做期货老师要收会员嘛，对不对？就利用过去这2个交易日恐慌的情绪。投资朋友，他不是过去我5月18号1个月演讲会之前跟你画的波形。哎，你看看1个月之前的演讲，来有时间。广告中的资讯，投资朋友可以去注意一下哈。台中、台北地区的投资朋友，如果你要更详细的了解我们会员朋友怎么样操作，怎么样赚到这个将近3000点的波段，好，欢迎你。好，尤其是台中、台北地区的投资朋友。好，从我们演讲会先告你先过高，但是会再下杀。6月14号，1个月之前告诉你，预告6月14号是买点。好，我想一位操盘手，你能够要求的标准，仅仅也只到这样子为止啊。你下半年还想要赚3000点的，赶快跟上来。好，因为行情3天之内才是未来站稳起嘎点，嘎空段才正式要起涨。后面好好的去把握，看清楚每个转折，一样有大钱赚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总之我们先讲一下我们今天期货操作怎么做哈。来，这个是在这个期波多单的第3笔两口哈。那我请我的会员朋友在10点，还在这个小幅度的小三尊 W 底哈，三尊底小站稳，就直接加码到第3笔多单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昨天预告无量放空，口袋空空嘛。第二个，2点低盘。到10点，现在这个位置点都已经破不下去，而且早上还预估量比昨天估量更少，只剩600亿。你看到这种讯号，要不要小心？无量放空，口袋空空，台子期又嘎了一根70点中长红。好，14号的10660先赚280点，空单所有回补之后，直接2笔10660补空翻多。今天站稳小三尊底。两滴转骗线，它就是嘎当天短空单，直接在这样买到满档。好，这86点乘以172点，10090的这个56点再乘以二，112点。好，一天又赚284点，选择权我们还在加嘛，一天现赚60%。好，所以刘老师说，来已经涨，未来下个礼拜回来，只要站稳起嘎点3天，这个盘势格局会转嘎空喷出主升段了哦。
好啊，你如果有刘老师的当冲讯，你就知道这个有低点都要想办法当冲做多，而且波段单。好，既然当冲可以做多，就直接卡满到满仓了嘛。你要小心无量放空，口袋空空。高点在哪里？你不要预设立场。吼，我已经告诉大家，前一次这个二三十万口的大量长黑换手站上，从8879涨到1028、10268，投资朋友这里涨了1500点，这一次爆出17万口，少说也上500点以上吧。好，而且八法量价等于同步多了哈。来，现在交易策略，好，这个起高点站稳，17万口的这个大量已经站稳了哈。倒数3天，你现在要做多赚钱最快的方式，好，低档区已经出现了晨星转折，波段起涨区，一根小直视线两，然后长红长黑加一根小直视线，好，这个是波段等级的轧空波段起涨讯号。好，所以你已经错过了这再赚280点空单，已实现2760点，反手满仓补多。然后今天好拉开这287点未实现的一个投资朋友，你七月局要开始准备布局，怎么布局？你直接跟上刘老师的脚步。好，因为如果你知道美国科技股二度回撤平台有手。这5档股票，我记得我在礼拜三的盘后稿我就已经跟大家预告，不会直接 V 转，它会额外交代一个礼拜四的低点，对不对？哎，昨天真的下杀啦！那你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看到盘前 Nasdaq 指数期货重挫1%，以为这个盘势就要反转了？所以做期货做空老师都是看着美期在做啊，还没想到开低走高哦。哦，美国四五日结算非常可能，今天晚间非常可能拉高结算机会最高，因为 Nasdaq 指数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都是首下影线，非常明显哦，每天都是拉下影线啦、啊。这个季均价都守稳，今天晚间没有太大意外就拉高结算了哈、哦。我告诉大家就是说，期货空单已经获利了结，累计2760点，反手做多续报流仓，逢回你就是再加码满仓多哈、哦。好的，这边有无量放空，你小心口袋空空。这盘四个局已经诱空成功了哈，而且尾盘居然补到986亿的多方量，八法是多方，量价也是多方，而且是晨星转折的轧空起涨讯号。你已经少赚一天大赚280点的，好，千万把你的多单锁入保险库。我们不止今天加码，而且还加到码到第5笔多单，用选择权布局。六月的选择权10050的 call，在这个位置点65点买进，收盘105，一天赚60%。好，啊，这个盘是格局，不是10220波段空急杀下来补空翻多，五浪加 KD 背离政治利空的买点。好，你先赚280点，累计2760点，补空翻多，然后今天再加码，已经拉回1050点了，也没有一个礼拜的时间额外帮你去掌握。投资朋友，上个礼拜五就跟他预告，消息面的利空，升息叫做短空长多，升息多久涨多久，不要预设立场。既然时间波已经告诉你说这盘四格局就是要继续升息，尤其切记政治面的利空，你千万不要见猎心喜，对不对？如果投资朋友接下来你要布局哈，李老师说，大盘怎么样看，个股怎么样看？我认为所有重点就在选股票，你怎么样选到这盘四格局会喷出最多跟涨停板？我跟大家报告，我们目标2档，我们。短线的一个持股，我希望两档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累积到大概13根涨停嘛。我一直跟大家预告嘛。那昨天是不是告诉大家，好，三高盘已经转折多了吼，无量放空，你小心口袋空空嘛，对不对？这有没有跟8879的波段起涨性气氛完完全全一模一样？有没有在5月17号就已经跟你预告，先上？
六月十四号见低，然后会转折向上，那接下来怎么走？啊，政治面利空啊，好，那单单是以政治面利空，10256、258要不要过？你接下来想赚钱找谁做？你听得懂刘老师的意思吗？如果这个860点再加上这280点，已经超过1000点了啦，这代表什么样意思？一个月就已经20万元的一个获利了。那刘老师有没有一个月之内的时间就已经帮你累积到20万元最少起码的一个获利？好，那我们的三合一168，我们的三合一168有没有一个月之内完成？剩下11个月全部是送给大家的。那你这个礼拜有赚到这500点？我上个礼拜的先上车后股票，有没有赚个3倍4倍回来了？那接下来盘四格局。哦，你已经错过这个绝佳起点了，有没有7月让你布局的机会？那真的已经错过了，专心把资金集中，接下来要喷出主升段的股票，怎么买？这场演讲会，选对股万点就是起涨点。好，那6月18号的台中台北，好，可以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广告中的资讯，休息2分钟之后再回来。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亚洲投顾刘老师免费讲座，要告诉您选对股，万点就是起涨点。二，6月18号星期日下午2点在台中，晚上7点在台北，请您立即拨打洽询专线02-2578-37772578-3777。期货、股票、选择权，绝对报酬策略，多空双向灵活布局，您创富的最佳伙伴。02-2578-37772578-3777。亚洲投顾刘老师免费讲座，要告诉您选对股，万点就是起涨点。二，6月18号星期日下午2点在台中，晚上7点在台北。请你立即拨打洽询专线02-2578-37772578-3777。期货、股票、选择权，绝对报酬策略，多空双向灵活布局，您创富的最佳伙伴。02-2578-37772578-3777。亚洲投顾，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咨询电话02-2578-37772578-3777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投资朋友，假设你已经错过叶城跟融创的投资朋友吼，那最后这两三档刘老师私房看，你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吼。我们股票不需要多，会做一档联发科就好了吼。100万元你就只是用一两档的个股，好。那我们有一个非常体贴，让你轻松卡位新主流的一个方案，你务必注意一下我们广告中的资讯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活动。哦，就是结合我们的演讲会，这是最后一波的活动了，随时就会结束了。好，今天你要想尽办法把电话拨通。好，那比如说我6月8号跟大家预告的这档股票，我们大概是在这个129块钱就开始做一个进场布局，有机会复制联发科，你百万元资金进场布局，先赚两根涨停板价差。后来，这是今天的收盘。好，
全新法人说嘛，今天收盘已经过了这 W 底型收盘的最高价哦，补一点量能槽，这主升段就喷出去了。好，今天收盘在141哈，你从129这样十张也已经120,000了，吼，动作要快，动作要快，主升段股票不会等大家吼。那这几档全新帮大家挑出来的股票，你务必一定要加紧脚步，想尽办法上车。想尽办法卡位，因为短短一天的时间，你又错过了融创的第三根涨停板了。好，融创我们在6月7号的时候先短卖一趟。其实要赚钱没有那么困难，就是敢买敢卖，敢做价差。后6月7号这根 KK 破了2天的短平台，你就把它获利了结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在今天早上6月16号。融创今天早上叶城的气势已经出来了，9:07，融创就赶快35块钱买回第二笔了嘛。而且已经出现五浪加 KD 背离，为什么叶城215块钱以下可以买？那分时的获利方程式也出现了，高档的五浪加 KD 背离你就卖，低档的五浪加 KD 背离的获利方程式你就买。啊，我每天在跟你讲五浪加 KD 背离，这样子你可以赚了3000点。那投资朋友，你今年赚了多少点呢？你手上还没有获利方程式，接下来盘势格局你怎么应对呢？好，那我可以跟大家报告，所有的投资朋友，95%的投资朋友看着电视媒体的解盘都做错了，所以大家都赚不到钱嘛。因为只有少数5%，我手上这条波形可以办法帮你赚钱，因为这才是唯一正确的波形嘛。好，好，现买回3笔多单。快的休假嘛，先喷出第三根涨停嘛，百万你又先赚100,000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30.3的以及7号的卖点压回来，现买又先会喷出涨停的嘛，连外资也开始进行回补了。这个是5月24号起涨当天，好，梁老师就告诉大家。全新一批只买2档，你百万元就集中资金进场布局。好，到6月1号喷出第一根涨停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后来短卖，那今天买回来，这第三根涨停不是就出现了吗？好，来，这个是叶城，今天收盘已经来到230块了。其实昨天叶城也是诚心转折成立，我们220附近就直接追阿玛第三笔多单了啦。那今天有没有缺口完封？啊，接下来就是爆发力最强的洪家军的指标股，也已经表态了嘛。这接下来应该是轧空主升段了哈。上个礼拜就告诉你说，9号就是一个短卖点，避开气息卖压，好，应该要去把握一下6月14号真的压力下来了3-5-2。10号就跟你预告。207这个买点了嘛？它真的来了，你买吗？是不是五量加 KD 背离的波段起涨讯号，赚钱的机会来了？昨天告诉大家，唯一洪家军的看盘重点，那今天呢？总之，你十张赚到了150,000元的价差吗？好，正达买进2天直接喷涨停，隔天开高，请你短卖一趟嘛。其实当天压到平盘下，我们就先把第二笔多单接回来了哈。那昨天呢？再加码第三笔，今天正达也要过高啦，又起来啦。这是6462的神盾，你有没有赚到10张30万的价差？好，这是联发科，你有没有20张大赚70万？接下来盘势格局，你还不晓得要布局什么样主轴？投资朋友，廖老师说，现在你才要去学开盘8法。现在你才要去学反市场波浪心理，没护其他啦。行情要拼，就是主升段额外又在完成轧空的这一段。好，你跟着刘老师边做边学。好，那演讲会当然台中台北地区欢迎你直接做一个立即的掌握，他不客前往的，不客前往的。好，尤其外县市地区投资朋友没有关系。好，刘老师说。那主升段股票都是刘老师跟你预告的这几档嘛？那最后这2-3档的私房菜，你千万不要再错过了。目标
跟大家讲13到15根涨停板，你已经错过前面的40万元获利的机会了。好，买最强的主流就是这几档嘛。廖师用体贴大家，后又被吓出去了，你要赶快补股票了。你先上车，你已经少赚4根涨停了，哦，这40万元机会了啦。好，赚到之后，我们一个月之内还可以补票168。好，我们这个名额只剩下最后10个名额，而且限时节目的10分钟之内，务必请大家直接掌握详情内容，轻松卡位新主流专案，直接洽询刘老师的服务人员。预祝大家投资顺利。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亚洲投顾刘老师免费讲座，要告诉您选对股，万点就是起涨点二。6月18号星期日下午2点在台中，晚上7点在台北，请你立即拨打洽询专线02-2578-37772578-3777。期货、股票、选择权，绝对报酬策略，多空双向灵活布局，您创富的最佳伙伴。02-2578-37772578-3777。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、用心、负责的态度，为您创造财富，市场的常胜军，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。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2578-3777。少年时辛苦打拼，为着厝内底的人，无外久时势，守一个就大汉啦。有一天才发现，咱已经老啊。嘿嘿，人老心未老，爱活了健康快乐。长照2.0，阮为您服务，阮甲您照顾，让您吃老未孤单，快乐幸福心开阔。长照2.0，政府甲您做伴。